有多国创意料理，辽阔视野，享受五感兼具的欧式自助晚餐。位于屏东县狮子乡的 Ash Resort， 坐拥一整片蓝天绿山，是平峨公路上最美的地标。这里有一间面海，被阳光唤醒，拥有无边辽阔视野的欧式自助餐，以强劲鲜甜交织出最显原味、更丰富的海鲜，富含嚼劲、肉质大满足的现切牛肉，从酱爆、红烧、冰镇、三杯，做出非常精湛的中式料理，表现丰盛多元的甜点面貌。